来，我们吃虾啊啦！虾我炒的没，那个没虾。不一样啊！板烤举手，举手！还要吃河虾呀、啊？来，要河虾的举手。不、哦，我跟你讲，这天活动好不好？这天103名，超过1公斤，卖300块做好米，卖你其他无算有够少啊！来，这样一天来200块。谢谢啦，谢谢。200块上上去啊！你再上一看，我嘛唔知恁买啥货啊？来200块海贝，就是迄个。来200块来，紧来紧来。你要一盒，你要两盒，赶快。来200块来。海贝，来200块尔。一克200，你敢问啥物货啊？你。小姐啊。200块买一公斤，买袂少啊！你。来200块，够有人无买着无货啊？海贝，来200块来啦。我锅铺啊，来背吧，这是我们卖家。锅铺的店嘛，来板烤鸡腿排骨啊，应该是两个客人买得到。这不贵啊，这是五安，爽的，加热最好吃的，来200块来，来四斤哦哩，来六斤哦哩，来八斤哦哩，来十斤哦哩，来200块来，200块，大哥要新的啦，新的赶快买，要紧的，来200块来，来四斤，来六斤，来八斤，来十斤200，不然要吃。茶餐啥好？来200块，哎、欸，我那边板烤鸡腿没人买银钱，十斤200，走吧。文凯五万，来十二次给你，来200。好久不见，多加来200。文凯好久不见，我无来，我请江两人来板烤鸡腿排拢准备了啊、哦。有啊有啊，大姐啊，抓你袂啊，来，这里等我姐哈，来200块来四斤，来六斤。来八斤，来十斤，来个上两斤哦，你十二斤哦，你板烤鸡腿来加热就好了，用我烧的好之后来四斤，来七斤，来十斤，来十二斤哦，你来200块板烤鸡腿来最后两个，真的超好吃，超香的，来先准备来，200块好啊，你无啊，大你也袂晓，把大哥小哥哥玉珍，有没有想我？我为什么要想你？你给我个理由，你给我个理由，我为什么要想你？下次来前面呐，小姐来前面。我为什么要想你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赶快来，赶快来。你有很帅吗？还是你是女生？一定要冰块，那个不能没有冰块，因为还是你有包养我。他需要冰块，不是你不需要，是他需要。哎、欸，来，一下子需要。好，我知道，哪一个假鸡米花，免500、400来300块来。这边要做给他大点。自信早，自信早，自信下午，自信好，自信好。我们好久不见，我跟我国小老师也好久不见了。可是他稍微会辣啊。我比较喜欢200块，对啊，买一包，一公斤。配红配烧酒来拜哦，这样买一包来150就好了，不用200了。我跟我初恋女友也好久不见了，我都没有想我初恋女友了，我会想你。150就好了。150就好了，来150拢准备了没？一个人几杯了哟？两个人，来，今日来鸡米花150块，啊，拢关了啊，鸡米花，150通拿到了吗？鸡米花，好来，谢谢。关你们一包两包，你们两包哟，来，今日来拢。我来找一个嘛，对不对？找一个来50的，来百五，啊，你拢总关了啊，鸡米花。100，你是个啊？用这吗？啊，你嘛是爱支持的，啊，几杂货？用我修个钢琴，跟他喝酱。我连我初恋女友都不想了，我还想你。快来，再收钱哦。我公斤的从头背包啊，鸡米花150，真的可以买买看。这一公斤快300块的东西卖你150，来鸡米花，够有人无买着无？100块尔，一包100块尔，拢讲买了哦，鸡米花。你三包不拿呢？哈喽，我来啊，天上虾，我是我的来。来，天上虾有几个啊？4个来，天上虾来。我来两份来，奶奶看到啦，看到爱爱笑啊你，哦，我你看，这个爱爱笑啊你去看，没看，乖，我给侬来来，来，吃你，好你呀，我对对对对跑去，哎呦，来来吃面面，那个我放点饼干吃吧，来吐司来，好好吃的。来，今天面免500，来300块来，一袋啦，好，仲开神，我准垃圾到，来五袋，你来300块，挪威鸡里面有人要签到，大哥你袂哦，来6袋，来7袋，来8袋，你免死啊，8、400，来300块，一个袂得，来300块，挪威鸡皮，我玩帅哥袂了，
贵体高点到十点二了啦，看不顺眼，来三百过来，一个人拿十片哦。十条哩，来三百块来，来四条、六条、来七条哩，来挪威这一边，来三百块来八条、九条，来赶快十条来，对正对啊，高高只，来三百块来，无咩条，赶紧来，三条来，来七条来，八条、九条来，赶快十条哩来，无啊少未啦，今天啦，来三百块来，挪威这一边，够三百块条，紧嘞，来五条、七条、八条，来九条、十条来，三百块，来三百块，来过开来，加咩片，来三百块，够两百块条无？来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来六地，八地、九地、来十地哩，来三百块来，都拿没关了不？挪威的距离片都拿到了吗？三百块都拿到了哈，谢谢。要开起来，要个吹牛。来，你吃吐司的来，几笔花生酱吐司，生吐司，这几点四十块，等于不要住，用烤箱，用清炸锅，做早餐、做点心都很好吃。来，等饭后完，两百块来。几笔花生生吐司，来两百块三条四条，来五条哩，两百块面啊，来八九面就知影这无俗哦。你五条哩这，你若要杭州吃，但是时间的其实一定还是七月二十号进行吃完，唔免两百，这五条你可以等于杭州等于这百块，一百块完，一百块来几笔花生酱吐司，我加一袋，啊，规条你吃一礼拜七袋啦，来啦，一百块多啦，超爽快啦。几笔的花生酱生吐司，来一百块哦。要外卖一百块啊！七七得一百块啊！生吐司，生吐司，来一百块来，这个你们平常时候就有在吃的了。来七得一百块，够了没？快了不？这多少钱啊？今天来一百块做早餐多少钱？你哪还要暑假嘞？哦，你去早餐吃七得五十嘞？哦，一百块嘞。呀，你要这样？高雄会不会热？还好啊，今天还好。今天还好，今天不会很热，今天不会很热。哇，只要烤饼炸等吼，只要吐司来一百块，拢完啦。来，好，阿江都笑脸了，来阿江都笑脸了。好，小大哥要蛤蟆哦。好，蛤蟆好来。那里。来，要吃玉米浓汤的两百。好呀，阿姐办办法要上位喏。好啦好啦，了了来。有啦，免两百，一百块外头。玉米浓汤加热就是一大会粉啊，来三包四包八里红，一包三张无少啊，无贵啊，但是我袂安尼作少啊，这无利息，来一百块呢，来一百呢，来赶快你吃一礼拜七包啊，来一百块玉米浓汤多少钱？无啊，两个了，两个可能不够哦，玉米浓汤无啊，日文啊咯。今天跟我选择都一样。找鱼夹啦，我见了无啊？十包的找你鱼夹，啊七包的瓜好。瓜系歹势啊！你减一包啦。啊，遐未吹着，今天唔敢吹价，唔敢吹价。来月亮虾饼三百，要来两百块来，一地百二，两地二啊是来两百块呢，两百块。回来杨姐喏，来这地搁送你月亮花枝虾饼，超好吃的。就上几包，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，这两块四包，这一斤两百块，两百块来，这里三包两包来，四包你来，月亮花枝虾饼，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来，两百块，都准备了没？两百块来，赶快最后两位喽。前面小姐要。来最后一位喽，好，我知道。来最后姐，两姐好，月亮花枝虾饼来两百块，最后姐两姐不啊？来两百块成就。半来蛤蟆一百块，四个客人而已，来几百块了，来大哥来，谢谢，来老大来，大哥蛤蟆，够人没吃蛤蟆不？哇，拢没了哦。来五个。来这一排五个，来这一排四个，他包起来就对了，包起来就对了。来五个。啊，小蛋姐，小蛋姐，因为后边少年的吼，拄啊吼放暑假出来打工，所以动作较慢，你来带你姐。你怎样打工啊？今天你讲。我同伊出事就打工较紧啊。他从娘胎就打工。对啊，就是打工，干净哪里？
来，我们吃鱼肚的啦。好吃的哈，无刺的哈，一片至少100块左右。来，要吃免500，我给恁免较少的，给恁大家拢爽。你吃鱼肚无大碍，300块就好，五块给你。阮大啊，行过来，搁送一块。加四块，加五块。大只只行过来哦。来六条哩，来300块来 ，OK 我，好，来六条300块来，来300块来，小姐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了，来3片4片，慢拿，不起，阿妹不起，无刺的，我没敢，我不敢碰这么，来300块来，加5片来，加6片，来加3片来4片5片来6条，全一起找啊，伙伴，4、3、4、5、6，还剩你的，阿麦修啊，好。OK， 来一起找。来，五百条，快点哦！你喜欢啥？来，你个人。不知道。来1000的。那谁要跟谁呀？好，拿淘气来呀！来，这个谁的250就好。来1000谁的？对，拍谁？你要我，你也我给你。1000块。哦哟。你老实些。你老实些，你老实些。来，一人200块了。包六十，但是你看哦，伊这虾仁，伊这是海内白，即个要叫伊家己白，伊会白呢？伊根本无爱炒虾仁，但是这家己白好啊，无大火啦。我教你要安炒，炒饭、炒面、炒菜的时阵，这上慢落咯。哦，你火关开，大火关开了，这哦，甲蛋类甲炒两下就熟啊，因为它小火比较快熟。来，免500、400、300，要吃虾仁200块完了，我了了，好不？包600，你买啊，买袂着啊！来3包、4包、5包、3包，来200块，来7包，给你200。来，大哥要，怪过我你乱呀！来200块，一礼拜啊，一礼拜哪无啥搞的？6包、7包了无？8包了无？20包你今日这礼拜无回啊？200。我无一担给你啊，买我一礼拜一担给你，来200块。来这样，摕一担下去，叫你差来200块来，3包、4包、5包、6包给你，来8包给你，10包给你，200块来，这200块上面来200块，虾仁200块，我买到啊！你们不知道虾仁贵啊？我卖到便宜还要看哦。你是足久无食过虾仁来啦？帅哥，你也无搞过咩？虾仁哪啦？被差。对啦，要煮海产嘛，咪够人会食啦。但是爱烧菜就好啦，来200块你买哪？来300块啦，炒饭、炒面、炒菜拢会使加淋啦。嗯。拢会使，炒两万会使，啊，不过卖炒伤久重要，因为细食一下就熟啊。我今日炒伤久，伊炒袂开。来，来，现银200块拢话哦。这200OK的。啊，敏感啊，包200块哟。来，偷偷过来啊！最后一首歌啊，无多讲的哦，看好哦，有水无？好啊，来五个人计量下，要1000块880块来500块的，来五块500块来，我完全无多讲，只知影开就对了，来500块，来这个哦，3片，来这个上面，来4片，你是不是真久无来啊？差不多都吃完了。好，2个月啊。挂波位，挂波位啊！你下位吗？太酷，来五地哦你，老朋友啦，靠呀五地五百多钱，等钱啊！这两个送你，来一块中考的拖拖，总共100块，会晓买金买腰收的，知影开的拖拖老公，安尼买，以后买潮弄，来呀拖拖这正这正，啊这也买来500块来，好玩啦，后尾拖拖还上。1000块，但是鲑鱼无俗，鲑鱼一条才变200块而已，这大条才高。来2片、3片、6，500块就好了，不用600了。来，我8号3个吃鲑鱼，这个什么？帅哥你好，大哥别走啊！
四个五百有够俗，咱讲正经话，一个搁三百，来500块来，五片给你鲑鱼，真的太便宜了啦，哪有一片100的鲑鱼啊？这么大片，来鲑鱼500块来，进来，三碟四碟来五碟哦，恁来500块来，真正都水，来鲑鱼500块，够人无看了无？进来哦，鲑鱼快卖完了哦，卖那么便宜，还在考虑？来500块来，三碟四碟来五碟哦，恁来500块。有啊，拢关了吼、哦。好，谢谢。来啊，要吃干贝来，十地啦，十地啦。来，有要吃干贝来，500块去。连干贝来，我要吃连干贝的，大哥的来买1000块就好了。我来讲哦，天气热啦，干贝你甲蒸蒸炒炒，烘烘的就好吃。一克啊半斤，两克啊一斤，卖500，卖1000，拢不免。一克啊三百只，开400，来300块完。连干贝300块来。最后卖你300，最后请你就好了。来两片干贝，来300过来。连干贝、瑞煎、瑞虾、瑞肠，来300，两片好。两片好，干贝你给叫啊，两片500，300块。来两个人给进来，连干贝300，多少啦？赶快收钱，赶快收钱，要乱乱卖了。二人来，哎，也饱到了。来，大哥要牛干贝来。来，蛤蟆什么人呢？这个咖喱快没了哦，这个咖喱快没了哦，大概剩一箱多。这个咖喱大概剩一箱多哦。来，还要吃什么？赶快！唐山大哥要回家，回家赶紧快没来。回家，拜拜。我唐山大哥拜拜，明天见。拜拜，明天早上来呀。不过雪已经来了。多。雪雨啊，雪雨要见了，灰心了，差不多。我来谢谢你了。疯了吗？上去啊！对了。看这张萝卜，冰箱呀！来，好，阿林哥，要来啥？蒜泥鲜梅。哎，你们要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讲。虾子吗？哦，对。哎，阿林，开起来，还没炸掉，还没吹掉。来，蒜泥买500，买1000不买？我靠呀！讲话啊，没有啊。快讲来300块，阿你会当买两份啊？嗯，干那三地四啊，我阿卖你300。两块吗？阿怎要算嘞？你干怎？我发现今年还改500较对啦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四块给恁啦，四块剩无80块啦。算你啦，来300块来。阮后壁老大也买啦。后腰后背背，四块300块一块，我剩无80，加食咱啦。来300块来，来三条。来四条哩，来300块来鳕鱼，是真的鳕鱼哦。冰雪冰雪，来300块来蒜泥，够了够了哦。干嘛干嘛？来300块来。真功夫多，明天会有吗？会。啊，会。但是4片不多，4片卖300，好呀。那个不多，卖完就没了。来300块，下礼拜就没有了啦。要你摆不几块来了，没了。春晚买了钱啊！你讲讲算你家少哦。好，一件春晚80块，我白白六块。来，鳕鱼300都来到了哈，都有了哈。好，谢谢。二啊，找几个？一腿啊，刚够五啊，有一个五百块，快。500来，鸡肉咖喱大客家。今天最后了。你明天可能看不到他了。1、2、3、4个人，一克啊100外包，这是常温的。这面饼这里还有我烧无？叫那白饭、鸡肉咖喱饭就搞定了，还囡仔吃好欢喜啊！一盒可以2人份，拢才这2、3、4个人给2克啊300、200来100块鸡肉咖喱，大哥你要几百？没有了，真的明天就看不到他了。来100块最好结果了，鸡肉咖喱。100块够了，没问题吧？真的很好吃哦。来100块够了哈。好，谢谢。来乖，鱼回来啊。来，每个500、400要吃鱼回来，200块啊。来鱼皮200块来。乖，你买鱼皮啊？你买几包？我存3包、4包、存5包。乖讲啊，你买几啊？我买卖2包啦。啊，一包卖1包100，来100块了。你买几包？真的包一回两包，来最后一包回一回，七百红，多起了，来多少遍了？没了。这
这北大桥到我家，北大应该跟北大大都会，还归位来，哇，归位终于吹呐，今礼拜拢欠位，今礼拜拢欠位，我哩请这大地哦，这么细地哦，够水有嘛？这个比鲑鱼还好吃，比中国较好吃，但是一只鲑鱼较一块尔，所以你菜市仔要买这個，无足多人买啦。你若一工买有两块，算足厉害啊！来有要吃的瑞珍，化饼瑞珍，煮米索拢好吃，而且无市场，只只几啊尔，肉超嫩的。来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，要吃鲑鱼来300块，300块来，我甲拼拼，我甲拼拼，鲑鱼尾300块来，300块，好啊，我啥物拢啉。我什么都吃，就是不吃亏。来300块，我来你美女，来300块，我好你怀疑起来。爸爸过来，鲑鱼尾300块，我大哥搞朋友，来300块，我上。